这二十年来，我都在台湾与世界各地的森林游走，找寻各种稀有的动植物，并且帮他们留下美丽的照片。很高兴我可以跟上山下海过夜的伙伴们，把台湾最美的风景、把台湾的秘境，还有各种有趣的动植物介绍给大家。尤其是跟着我可爱的伙伴们，小林、Max、巴蒂、艾美，五个人，五双眼睛，五种视角，要带大家上山下海过一夜。也希望大家可以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，每周三晚上十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。上山下海过一夜。哎，你们看这段林道，光线好漂亮哦！你看地上的光，哦，好漂亮哦！有一束光，把树枝的影子都映在地上了。很漂亮，完美行程，超漂亮。哎，这里可以吗？很美，这里这样子。OK， 我再也不想看下去了。我们是阳光男孩。对啊，我的脸爆了，但是你们都超漂亮。我是录影的，好，走。我也是录影的。Oh yeah， 很漂亮，我喜欢。超梦幻的，好高哦，巴蒂。真的还假的啦？我还可以。可是我怎么觉得你后面下去就拜拜啦？一死组成千古恨。啊，我都惊讶呀，难恩修作呀啦，没那么可怕。Thank you.